这个呢是高产黄石英，是美国的一个品种，来自马赛诸塞州。它的蜘蛛呢并不是特别强健，你看它的腕并不粗，尤其是早期腕很细的。它的花序呢比较厉害，你看嘛，花序结果非常多，像这个呢已经开始熟了，而且这前面呢还在结果，还在开花，这是它一个花序的果实，80枚左右，刚数了一下，不到100枚。这种番茄呢，要见识熟多少摘多少，让它营养呢往前面走，因为它前面的果实还在发育，你看，还很小，还在发育。这是刚才我从地里面随便撇了一只，这是一个花序，它的花序像扫帚一样的，它的果实呢是黄色的，晶莹剔透的，你看吧，它的皮呢很薄，能清晰的看到里面的果肉的网纹子。它的口感非常好，吃在嘴里是爆浆的感觉，一口下去呢，汁水立马充斥着整个口腔，它的味道很甜，汁水呢很多，皮很薄。这个品种呢抗病性较强，但是呢黄色品种非常容易招蓟马的危害，你看这个果柄处，这成熟了都是干燥的，这都是被那个蓟马危害的，所以呢我们种植中呢一定要注意防护。